各位师兄大德，我是小赖，欢迎来到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不是吓你，这事如果做了，最损福报，立马败运损命，浪费自然界的东西，最损福报。有人想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物质条件日新月异，过时的东西都可以丢掉，半碗饭一张纸不值几个钱，不要搞得太约束。这也是以波无因果的断见所滋生的邪见，从因果上思维就会知道，其实浪费半碗饭一张纸也有很大的罪过。比如半碗饭来之不易，从播种、施肥、灌溉、收割、去壳、运输到最后煮成米饭，期间有多少劳动者的心血，要耗费多少自然资源才能端到口边供你享用。这半碗饭不是无因无缘产生的，随意浪费不会折福吗？实际上因果丝毫不会空耗，浪费财富是损减自己的福报。因此想起物品来之不易，业果不虚，我们不能不珍惜福报。世人会珍惜贵的东西，贵重的东西难得，比如金银珠宝就特别珍惜，浪费便宜的东西，比如说米饭，以为容易得到就不珍惜，轻易浪费。要知道浪费自然界的东西更为损福报，比如说水，有的人洗衣服水都是哗哗流，觉得一吨水才几块钱，或者去吃快餐，米饭吃不完就扔掉，一碗米饭才几毛钱，或者衣服很便宜，穿的不喜欢就扔掉重新买过。这个是误区，就是用钱来衡量价值。无论多富贵，一辈子吃的粮食用的水都是有定数的，没有福报了，有钱也买不到粮食。比如60年代饿死的很多，那现在没有福报，有粮食也吃不住，好比得了咽喉癌，因为这辈子的粮食都是给他吃完了。用水也一样，不要觉得水到处都有，像跑到甘肃等沙漠偏远地区要用水就很困难，这么浪费水，下辈子就会投胎到没水的地区，没有水的地区成长的人就缺少智慧。肾脏主水，和人的智慧有关，江南多水地区人多聪慧，浪费水下辈子就缺乏智慧。浪费水和粮食乃至能吃的东西都不是几块钱的问题，不要拿钱来衡量这些价值。人类要对自然有敬畏，水粮食乃至人类吃的都是自然产生的，要有敬畏之心。以前人把五谷看成有五谷神，水有水神，这就是要敬畏。人类来到地球什么都没有办法创造，都是用自然的，吃的用的都是来自大地，应该要敬畏。人类现在善业在显现中，所以粮食水都很便宜，要是恶业现前，粮食欠收或者旱灾来了，你看怎么用钱来衡量这个米粮和水的价值。没有金银财宝不会饿死，没有粮食人就饿死，所以要记得这些养色身的粮食水蔬菜都是上天的赐予，要珍惜。人来到世界上吃多少都有定数，哪怕是百万富翁还是乞丐，只要命中带着吃的都不会饿死，要是命中吃的没了，有钱也会饿死。禅宗丛林出家人晚上一般少吃饭，一来留些口粮给穷人，二来也给自己留些口粮，吃的一分，命中少了一分，那浪费糟蹋一分，命中就少了十分。上天最看不过的就是人糟蹋和浪费，同时要教育孩子养成珍惜的习惯。人生衣食财禄皆有定数，当留有余不尽之意，故节约不贪则可延寿，奢侈过求受尽则终，未见暴殄之人的好手也。凡经过我们手的我们浪费了，都是浪费自己的福报。有次师父叫我打印，师父看了 A4 打印纸，说这个纸张太厚了，太浪费了。师父对这个纸张都是这么细心的，如此珍惜福报，难怪师父福报这么大。其实我们的福报都会被慢慢不知不觉中损掉的，比如说你去公司用电，用完了电脑不关，你不会扣掉工资，但是你的福报就会被扣掉。
不要以为从口袋中拿出钱来才是扣掉福报啊，浪费自己的东西也是浪费福报。凡是经过我们手的东西，浪费了都是浪费自己的福报。比如说朋友请你吃饭，你去吃肉了，吃了一大餐，浪费了一大半，那么浪费了谁的福报？还是你的福报。再比如说公司派你去做一件事情，车费可以报销，本来坐公交车的，你去打的了，那么浪费了谁的福报？还是你自己的福报。凡是从我们手上过去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福报。为什么？你想想看，因为你有福报，你朋友才请你吃饭，你做事情车费才能报销，但是我们却浪费了，觉得那是别人的东西就可以浪费，这就是天大的错误了。其实浪费的都是自己的福报，福报是自己赔的，也是自己损的，什么时候损掉了也不知道呢。以前有人供养太虚大师一个阳身，太虚大师觉得无福报消受，就把他转送给了谭虚大师。有人送给红衣大师东西时，红衣大师也是如此的送给别人，包括药物。所以说大德们的福报都是如此大的。想想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前，损掉了不少福报了，占别人便宜也是损自己福报的方式，总觉得那是别人的，是公家的，是老板的，就可以浪费。其实啊，浪费的都是自己的福报啊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福报，凡是经过我们手的，我们浪费了都是浪费自己的福报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天天进步频道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小赖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